晶振及石英晶体振荡器被称为电路系统的心脏，石英晶片受力时相应施力方向会产生一定电位，相反在某轴向施加电场，晶体会产生机械形变，这种现象称为压电效应。用两个电极板夹住切割成型的石英晶片就是无源晶振。晶体不振动时可视为平板电容 C0 及静电电容，压电谐振现象可等效一个电路模型，包括静电电容 C0、 动态电容 C1、 谐振电阻 R1 和动态电感 L1。晶体本身不能起振，需借助外部振荡电路实现。串联型振荡电路中，石英晶体相当于一个电感 CL 为可变电容器，调节其容量可使电路进入谐振状态，输出方波。并联型振荡电路中，晶振与芯片内部反向器相连，结合外部的匹配电容 CL1、CL2、R1、R2 组成一个皮尔斯振荡器。有源晶振则不必手动精确匹配外围电路，将无源晶振及其振荡电路封装在一个盒子即可。